我们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去甘比亚的路边随便捡个几样回来，想说给大家吃吃看？这是真的。Yeah， 你是来了。他超喜欢。哈出来。话一样啊。哎！这个看起来超神奇，好像是一个迷你版的火龙果。英文是 Cola Nut， Cola， Coca Cola， Coca Cola 以前会用这个做 Coca Cola， 对啊。我们那边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会买这个送给女生的，算很贵的。对，如果你要去跟这个家人说，哎，我喜欢你们这个女的，我要跟她。提亲用的，对，可以直接撕，可以直接撕。好不可爱，那真不能选可爱，对不对？好 man 哦。哎，等一下哦。闻起来味道有点神奇耶 ，OK 啦，有点不妙，有白色，不要这样子讲啊，阿妮啊，这冰冷是冰冷，差不多，这个很聪明哎，看黑龙的频道还可以长知识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嗯哼，好，我真的尝试一下，好，你自己吃啊，这是真的 ，Yeah， 你吃来了，我咬不下去，咬不可能。我不会咬啦，我很少在咬啦。那我帮你咬了。有一点硬硬的哦。不是一点点硬硬的，你讲起来特别奇怪。不然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台哥有咬下去吗？有啊。台哥牙齿可以吗？他很喜欢诶，他超喜欢。哎 ，Sure， 让你看看啊，这是小孩子的零食吗？没有，不是小孩子，大人吃的。我不想吃了。我觉得可以啊，他的脸。谢谢 Oli 啊 ，Thank you Oli。没有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。你有吃过槟榔吗？我看起来像是会吃槟榔的人吗？这味道，它很像那种苦涩的枣子。这么苦啊，可能跟槟榔有一点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刚会拿出这个卫生纸，它是不能吞的，所以我现在把它吐出来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没有浪费食物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如果你要去跟别人结婚的话，你要买这个，不用结婚了。拿出来，我自己也不喜欢那个。应该是如果你把那个咖啡分。结石结冻，把咖啡味拿掉，好像就剩苦味了，就是这个。不要绝望，你可以拿出来，就是一直嚼，嚼完吹掉。对对。冰冷啊，这非洲冰冷啊，非洲冰冷啊。就你撕，可是要吐出来，就是要进去。我是还没有被进去的经验过啦。好，觉得很棒，味道很特别，真的。如果有人到我们家，就是要求婚或者什么，我们可能咬一口牙齿就会掉，就我妈一定会把它赶出去。真的，我们尊重各种文化，很怕惹到人。好，然后带有很多颜色，有黄色，有绿色，有白色的，当装饰不错，可以放在一起。OK。下一个呢，就是这个。超级硬的，这个是 cola， 这个叫 bitter cola。bitter cola， 对，就是吃苦的。更苦的。有病，怎么可能比这个苦？这个叫酷可乐果，也是苦的咪。哦，我要吃喽。对，是白色那个。上面就好了，不要要很多。不是，是很硬。真的、哦，这个是 bitter cola， 酷可乐果。原谅我这样说，其实不太好。这个同胞都是这些吗？不是。你说这样子看，出来了。哇，这个也是。你确定可以吃吗？好，我真的不相信。然后我对来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不是这样表达，就是感觉我其实我对食物都是非常敬重。哇，对啊，对。我也是，臭豆腐就是这样子哦。臭豆腐很好吃。嘿。会变成红色，所以如果咬久一点的话，就会变红色。对的。那这个也要吐掉吗？可以。哇哦，坚果。有点像冰冷的感觉。对，好像冰冷的感觉。精神都来了。没有。好，可以。我这个不吃，你这个不吃，你拿给我吃。
带错了，我吃，哎，我吃，我有吃。Good eat, good eat, good eat, good shit。本来以为我们要吃什么洋芋片啊，然后这些蛋糕啊，吃开心的。Oh my god， 比较特别的东西啊，这有特别到的。Nice， 对不对？我们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去甘比亚的路边随便捡个几样回来，想说给大家吃吃看？哎、欸，我在买的时候他在。哎、啊，你有吃吗？我那时候没吃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啊！我本来。啊，好难吃啊！我不要了。我来了，来了，你吃。快点，我帮你剥。如果我帮你剥了，你要不要整颗咬下去？就是你咬下去之后，你觉得你会看到甘比亚的一些。人啊，事啊，物啊，文化啊，对，我咬下去就看到你了。对，这好可怕、啊、哇，你太可怕了，我觉得这比上一个可怕。芊芊帮你剥的嘞，你咬大口一点，你要一直咀嚼它。哇，一样啊，我觉得苦瓜比较好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它味道真的是会有那个 after taste， 对不对？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很多人抽烟的时候会一直抽烟，然后一直吃这个。跟烟有配吗？我不知道呢，因为我这个我不吃。哎、欸，啊不吃你买给我们干嘛？买给我们吃干嘛？那我们去煎的，不说他这他蛮喜欢这个，就是中文民族煎的比较好。野枣，野枣，可是大部分的地方是民族煎是中文。中东，中东那边，中东那边来的。所以我们在法国蛮多人是来自什么摩洛哥、埃及利亚，所以我们也蛮常吃这个。那现在我要给你比较好吃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它感觉好像那种蜜饯。OK， 好，你是这个这个绝对没问题，蜜饯真的，我回去，我一直都在，回去。那这个是你爸爸也有吗？对，我在甘比亚，我爸爸都是买这个，有点辛苦哎。那这个我就说它非常的营养啊，超棒吃的。Nice， 这个叫什么？野枣。放在这个野枣吗？对啊，对，是啊。但我觉得现在有种加成的感觉，因为有点恐怖，很恐怖。那 try this one。这香料之下比较重要。哦 ，OK， 这还可以啊，你可以吃啊。好吃哦。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葡萄干。葡萄干哦。嗯，果干类。哦，那干干的嘛，这个。哦，我懂了，在甘比亚，我爸都是买这个。是哦。最好买的时间就是在月的时候，白天没有吃饭嘛。日落的时候，你要第一个吃的是甜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他们会先吃这个。对。长知识。对。对啊，台湾人都喜欢这个。因为它有点微微的那种甜味，你咬一咬之后很爽脆耶。嗯，跟刚刚那个差太多了。天堂跟地狱的差别。苦瓜，然后来吃珍珠奶茶。有苦瓜比较好吃。还有苦瓜比较好吃。先苦后甘。对，先苦，然后来吃这个，最好吃。你可以吃。但是就圆圆的看了，我也想蟑螂。蟑螂。还有点颜色。这很棒，对，就给满分。这种鱼不会有什么好的鱼，是鱼，可是你等一下吃你会 stinky。我们国家不会吃东西，不会吃臭臭的，对对对对。OK OK OK OK。对，这鲱鱼罐头吗 ？No， 沙丁鱼。沙丁鱼，它味道腥味是不是很重？会不会像是那种瑞典都会喜欢，还是冰岛会开那种很臭的鲱鱼罐头？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那个臭臭的？我有吃过，对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吃吃看。我们那边。大部分的人会用这个做那个三明治，对对，可以沙拉，对沙拉这样子。我很久没吃了，来试试看。啊，闻到怎么样？味道还不错 ，OK 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免惊啦，免惊啦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甘比亚人，我们不会吃很臭的东西。啊，你的同事露出了，哎、欸，你们在想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我帮你来，用镜子看我好不好？感觉他今天的眼神都有鬼。Interesting。它的骨头都可以吃哦，这个我吃过，我那时候在饭店有吃到，它是面跟这炒在一起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啊，嗯，跟你们法国的是一样吗？一样，吃鱼吗？哦，这是沙丁鱼，对，沙丁鱼，对，我妈妈以前拢煮一罐四块鱼咯，你知四块鱼吗？两个是，回去，为什么嘞？嗯，味道很重，对，嗯。正常沙丁鱼，好吃，可以哦，不错。You like it? I like it. You like it? OK. いただきます。甘比亚的开动的怎么讲 ？Bismillah. Bismillah. 这个还蛮好吃，就有点像那个罐头，红色那个有一个老船长。茄汁青鱼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它不会太咸嘞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这个配粥，
很好吃。这个我都会做三明治啊。哦，三明治也可以加加梅尼斯，然后啊，我觉得配粥，然后再煎一个荷包蛋。It's really good, right? 那很专业。还有台湾的萝卜干。Is that right? 萝卜干。对对对。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看玛利亚さん。あ、マリアさん。この魚はとてもうまいだ。美味しいですね、これ。这个一个罐头多少？可能20块吧。便宜。便宜，对对。沙丁鱼台湾很难买，但是我们是细化鱼，市场会有细化的。哎，这个好吃，一点都不咸。好吃的 ，I like it。这个等一下我拿进去直播的时候，嗯，让他们尝一尝。你看起来你没有吃晚餐的，我还没吃完。哎，我刚刚有吃。哦，真的。我上来的时候就说你吃了嘛，我说我吃饱了。哦。因为我就觉得今天感觉会很不妙，嗯，真的不妙。哦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